然是了不起的杜总，本王今日实在非常欢喜啊！因为大师你与我，一人在世间，一人出世间，拢取得梦寐以求的成就啊！宣扬何种思想，一心想要团结政界，这同款是另外一种意义上苏万长敬仰啊。廖大师，一领紫色袈裟是陛下对你功绩的肯定。自古赵高真接能得志，且不必珍惜啊！恭喜阮廖大师，大师应得的，大师请坐。大家拢请坐。陛下，感谢陛下赏赐。陛下兴盛佛教，不遗余力，又因为统一三国为志向，还望陛下将三国的人民拢视为家己的人啊，何时温情恰好啊，也愿如其道。国衰败，朝事来迟，全是小改也温习甘耍花艺彩，官校大师说得有理，三国统一之后，昔日的敌人变成今日的国人，我家是一改背景啊！这个理想，这个想法是真理想无唔对，也毋过金大将军曾经有讲过，这两军交战哪有可能全胜无伤？更何况三国的恩怨是百年以上的世界，想要化也化袂开啊！大师的胸怀令人佩服，本王向你承诺，以后的公私人情，富贵百姓，也不过本王卖贯彻三国一统、海东青红的誓言。太消灭高句丽之后，就换强大的东军了。陛下英明，大师，以后需要倚重你的所在，
要不真济真济啊！铁马扫荡，爱红天，国粹家谱。今天起，稳定家当，花多事。大叔啊，陛下如此看重你，看来未来大国统的位置是非你莫属了。是啊，大叔虽然目前还阁真少年，但是经过几年的历练，肯定会当继承。元光大师以朱重大师的德行啊，心怀胸怀，应不知心虚的接受，恭贺气。实不相瞒，最近身边遇到真多高人啦，因此请教自己的妙笑已不少啦。如今深陷此输赢，实感惭愧呀。元晓法师啊，你唔那佛法讲得真好。连这客套话嘛非常厉害呀、啊！大师客气了，未来太子也需要你多多提点。来，大家随本王到地是拼命谈话。感谢陛下。我不断问心事，世修有爱，但佛经无爱。现在我到底有资格请示祖师吗？安法师，提醒我，几位贵族
讲话，都亲像是还袂清醒的人，伊想动草，点成五味见本性，讲话都书顶有偏差。你我之间理想，也是叫高好歌。想要团结境界，就如同一统三国，共款困难。元宵啊，元宵，你的反悔的含义是佛你错悔呀。如今的你，却是如此黯淡无光，实在是可笑。啊啊啊啊啊啊奇哉妙哉！这个世上能取巧管晓大事的人，就只有管晓大事自己了。其实，大家拢认为你目前的成就如日中天，现在只敢说未来的大国统，这拢是你一心。一步一曲累积而成的，为何又比苦恼呢？任意顺位，对出家人来讲，这只不过是贵眼的婚姻，但既然我身负奉法的重任，我都要对佛法、对众生、对自己负责。自从你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以后，我反问自省的心，我就一直静不下来。我孤独无声，心甘落腰，太寂寥。
管晓事，你有你的路，我有我的步，这份急切又何必呢？自从咱轰动失败，回国以后，在分封时钻研花言两年，然后各自迁修超过七年，如今我在分封时风化度顺，又经过三年，但是苏青记不住我的心。我也是同款的心情，在咧太白山读书，虽然有所进步，但是遇到障碍，也是需要名师点破。所以我决定再次轰动参拜，亲自向玄奘大师请教为识，向智严大师学习化严。对。我刚心，但未见心；风患，但未见患。唉，这份的不安和惭愧，已经大到使我无法再天主不见了。那呢？你打算要安怎做？敢说你决定再次轰动？现在十几年前未完成的路程，也该是去圆满的时候了。我心跳哟圆形的队伍又要再次结成了吗？不过，眼前这一切，你要如何交代？
情书一句，是爱的事。这完全不是问题，因为我当初合婚是为了要自导独领，不是为了要在这的镜花水月的虚名假象。不过也是得要先去王宫一转，向陛下说明清楚。无的确，陛下会生全栽培你，有了王室的资源，安尼出塞东土就顺风顺水了。哦。大叔，王宫有要事禀告。啊，这么拄好，我才想要入宫面见陛下。啊，这敢讲是王宫发生什么代志先？禀大叔，陛下、已经驾崩了。哪会这么突然呢？那安尼现在王宫的状况如何呢？禀大叔，王位已经由太子发命继承，目前正伫咧战争之地，所以已经急召文武调集，立宫商讨国事。太子发命。太子发命为王吗？看来前世的变得更加惨烈。最近战争告捷，尤其会当一举造灭敌势，大将军功高国威呀！一代君臣立金立，一出不立冠地名，比肩论名声。愿意以太子身份率军为城，肃静五军，士气高昂，这才是得胜的主因啊！做事的一切已经在我们的性命之中造成巨大遗憾。以我的了解，这十一年来局势改变真大。我告诉你，王焕的皇帝以及咱在东土参合所需要的时间，以咱的年份恐怕袂堪的再一次的失败。